来自台中的家业振兴以及黎明国际同济会，日前听讲信义乡的球队方面体育发展非常的热烈，学生囡仔拢非常爱拍球，因此特别募集200多粒知名品牌的篮球，要来透过信义乡公所来分送给乡内各中小学生来使用，鼓励学生伫咧恢复实体上课了后，会当多多拍球运动。由信乡教育会以及信乡公所来共同代表接受200多粒的专业篮球，搁再来一一分送到信乡内的各中小学，协助校方会当有专心专业的篮球来提供学生使用。没有参加统计会之前就认识那个乡长，哎，乡长老师，国小老师是那个我的朋友，我每年都来找那个乡长，我就觉得他们这边很喜欢运动，而且哎，刚好就把篮球捡过来。所以现在疫情时间哈，叫大家加油多运动，做好身体健康就是免疫。新义乡的小朋友都很喜欢运动啊，尤其篮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运动哈。每当下课的时候，小朋友第一个件事情是冲下去打篮球，啊，在他们在篮球的过程当中哈。充分表现出他们小朋友一个热情活泼的一个心情了哈，所以赠送这个篮球真的是对各乡的各个学校哈，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措施了哈。来自台中的家校振兴以及黎明国际同济会合作募集200多粒的知名品牌篮球来到信义乡捐赠。虽然南投县有关因为防疫来持续停止到学校上课，但未来恢复上课，相信对着学生小朋友是上好的运动器材。尤其就是说，目前的资源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所以普遍的资源就缺少。那透过这次的捐赠活动啊，我们也期待是说，我们乡里面的小朋友。都能够更珍惜自己的健康。总共200多颗的篮球，我想这个在疫情期间给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办法去运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同济会的这个爱心举动，能够让这个捐赠篮球的这个仪式，让小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外界的一个对于偏乡小朋友的一个关心跟关怀。来自台中的这三间同济会，在听到信乡有需求，就募集来捐赠篮球，实在真用心。用实际行动来鼓励偏乡学生的体育发展，并答应将会持续来关心。记者金川差不多。